處理一直都未過數。據了解，梁淑貞一直很不合作，校董會叫她開會解釋100萬去作邊，她一次都沒有出席。那可不可以採取法律行動追梁淑貞還錢？校董會都想過，但分分鐘要給几十万律師費。我們多次聯絡梁淑貞，但她電話都非常難。
新慧表示，霆鋒雖然中意玩遊戲機，但係相當自律。趙學而就表示，佢認識嘅霆鋒。乘客上下车时，请小心月台空隙和照顾同行的小朋友。